tango 它在拉丁文里面的意思哦，是触摸的意思。那从刚刚的演出当中，我可以感受到 tango 的那种激情，那带一点点忧伤，那种气息。那说到舞曲呢，我们还要再提到就是圆舞曲。所以接下来，老师们要为各位演奏的是拉威尔的圆舞曲。那在这首曲子的总谱上面，拉威尔他有着这样子的诠释，他说，在迷蒙的云雾中，隐约可以看到几对舞者在跳着圆舞曲。烟消云散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间大厅，跳舞的人正旋转着，吊灯的光照亮大厅，影像逐渐明朗。这是1855年的宫廷。好，我们从坟墓跳到了宫廷了哈。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由林元清老师和李思琴老师带来的拉威尔圆舞曲。